来，打开给你们看看。别开，别开，先别开。为啥？乔妹来，我要给她个 surprise。给谁呢？给乔妹。乔妹人呢？乔妹我不知道。乔妹人呢？她不来，你给她个 surprise。是，打开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他准备要干嘛？啊？准备要干嘛？不是你要干嘛？我给他准备个 surprise。什么意思？小惊喜。你要送什么东西？送个冰箱啊！哎，送个冰箱。你给人家送冰箱啊？家里没，家里真的是土到极致了，兄弟们。家里冰箱。那你没事送？有，再多一个没关系。我要你那冰，要你那冰箱干啥？你为什么要送乔妹冰箱干嘛？乔妹，就是以后再看人，不要看表面，要看内在。哦，你想告诉乔妹的东西就是，以后看人要看表面。不要看表面，以后看人不要再看表面，不要再看表面，要看内在，要看看内在。内在啊，你把眼睛闭上。等一下，你不要把我冰箱搞翻。怎么可能、啊？你眼睛。我今天卖的是冰箱。我知道。乔妹先转过来，先面对镜头，闭上眼睛。嗯，闭上眼睛。再去。再往旁边来一点，往旁边，再往旁边，这个。你看嘴跟那屁一样，你看看。再去一点啊！我说他今天要搞，让我出去搞这冰箱干啥嘞？接下来就给他玩一玩啊！来，站住！站住！看这里，睁眼睛。以后看人一定，不要再看表面，要看内在。啊，对，准备的。然后看内在的同时，要看到他内在的最深处。500克拉的大钻戒，500克拉大钻戒。咦、嗯，别急，你们俩这个，哎，互相看一下。我卖个冰箱，兄弟们，我卖个冰箱，被嘴哥搞成了浪漫。牛啊！真有一套，放歌，真有一套啊！这玩意，哎，干嘛呀？别再碰我了！这玩意真会花小钱装大品，干啥？这粉丝做的，对啊，冰箱还是品牌方带来的。这花里的胖子，他是我的，哎，那个大钻戒也是我的，500克拉，2斤多重。好，记住了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以后不要再看外表，一样看一个人的内在，内在美才是真的美，记住了吗？好，我感觉嘴哥这次给乔妹说的话，乔妹一定是记住，记在心里，是吗？这么大个锅啊，608升的一级变频对门，兄弟们依然给你们准备的是一级能耗啊，一级能耗。618必须给大家准备一下家电，荣升的品牌，608升，大牌子，双开门，开心吗，小妹？还好。我跟兄弟们，一个女生如果你问她开心，她要说还好的话，她一定是非常开心，会玩。哎，嘴哥会玩，兄弟们，不然的话，如果她不开心，她会说行吧。是不是小惊喜？是吗？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，你再来一遍，6.08升的。等一下，然后呢？啊，一级能耗，节能低照，日耗电大概是0.94度，大概0.94度啊。啊，然后说还有 CCA 离子除菌，懂吗？就除菌净味，除乙烯三效合一。它有报告的啊，这有检测报告的啊，看一下。除乙烯不是除菌净味，除乙烯三效合一。守护食材安全，有检测报告的。守护食材入口的安全，懂吗？尤其这是都是有检测报告的，兄弟们啊！30天内有质量问题包退换，整机一年加180天延保，核心部件3年保修。没听过再来一遍行吗？就给兄弟们3天呢。一会儿要开门再来一遍。刚才那个洗衣液没有准备好，我们再让。是荣升的啊。
618的活动价，你去官网看，他们618做活动是2799。今天在小杨哥的直播活动，现在是618正在做活动的价格，现在做活动价格啊，看一下多少钱，2774。现在是做正在做活动吧？2774。好，该讲都讲了吧？音乐是啥呀？别急别急，那个啥，别急呀、啊！今天那个嘴哥给乔妹准备的惊喜啊！我花了200块钱买的啥？送货上门，电子发票，全国联保，退换30天的退换，7500送货上门安装，电子发票，发票啊！多少钱？兄弟，你先去官网看，他们618做活动是2799，价格是2599，上车！一级能耗的，还有除菌的。检测报告 ，CCA 离子除菌啊，除菌即为除乙烯，三效合一啊，这个特点真的非常好，因为现在食物安全。说搞要搞吗？搞呀啊！医院我等半天了。好、啊，医院麻给你。小龙知道，赶紧的。你好。2599，阳宽高是吧？长91厘米，宽91厘米，高是深度是696毫米，高度是1786毫米，高1米78.6，1米78.6有啊，它是高是1786毫米啊，也就是1米78.6，一米七八点六啊，看一下，听到我也没有1米8。大哥没有哎，啊。拆一下，他们说你能不能把你装进去？你看能不能把我装进去？再给他们，我那个嘴哥好不容易准备的一个花。一级能耗的兄弟们，你放心吧，一级能耗的最主要的啊，兄弟们，这玩意是最关键的，有检测报告的，它是 CCA 离子除菌，除菌净位，还有除乙烯三效合一，618升的啊，大容量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准备，苗瑞，别急，苗瑞。Music， 你们先去看看618的价格，2799啊，他们官网618的价格，我比618的价格还便宜200块。你别说了，兄弟，你等着急了，你这不还根本没放吗？放了，放了。1 2 3 4 5 6 7 8 9 10，我这买花都预支的钱。Let's go， 你买了吗？我买了。你再讲，我把你说出去了。你是吧？来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go! 啊，不行啊，你要搞就赶紧搞。但是他要说几句话，他要说几句话。我说几句话。来。说等一下别急啊，开始舔啊。那这小范小王啊，小王是哪里吧？小妹。坐啊，你坐。再看一看。你哪里坐的？再选择人。千万不要看外表。一定要看内在。哇！你好有钱啊，兄弟们，花小钱装大屁呀、啊！快开钱！一定要看内在，是吗？走，答应我，一定要看内在。好啊，好啊，兄弟们，好。怎么感觉像在吃狗粮呢？谁吃狗粮？是吧？不是我，是吧？哎呦！好土啊！我买了新的，拿过来。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容量，给大家看一下容量，608升有多大？哟，这个是真花哎，真的花200块钱啊，200块钱。花多少钱？就你这200块钱有点假喽，你这个不值200块钱啊！你怕是不值是多少钱？什么东西？平平慢慢的搞的，给他200块钱小费啊！啊不不不不，你上说一遍。真花呀！真是我花钱买的。媳妇，兄弟们，你信吗？我就想问一下兄弟们，你信是嘴哥买的花不？是嘴哥买的。你是不是师傅？肯定是。我这怎么过单了？这个确实是嘴哥买的，这真香。我买的，这我买的，这是什么花？屁，什么花这是？这是什么花？
哎，这什么花？玫瑰啊，这玫瑰啊，这是玫瑰吗？对，这玫瑰花好吗？这个锁是玫瑰花，这个冰箱这可以买去了吗？我们比双十618的价格还便宜两百块，嗯，还要便宜两百块，好吧？粉色嘛，浪漫，粉色的玫瑰，哎，抱一个，哦，这是玫瑰啊，真玫瑰，我还跟他骗你们，真的 是玫瑰吗？兄弟，是玫瑰吗？嫂子，不是，师傅，表示一下，表示一下，来，媳妇，那个向我学，啊，小王羡慕了，小王向我学啊，啊，行，媳妇，出朵花给你，羡慕吗，小王？不是，嫂子。你给这个老嘴，把你给老嘴做个示范，正在做，你看，给我送花，媳妇送一朵花，谢谢。我让你做示范，你要这样我也会，一个臭的，你这样谁会？我让你做示范，来，我来一次啊，嗯，来，媳妇来，我现在嘴给我慢慢嚼啊，你不能嚼，你快来，媳妇来，送一朵花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好嘞。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我做的比你还好。好，来吧，来来，你要这样，你这样我也会。哎，老乔，这是你他妈能老？你叫人老乔，你能这样乔爷？出来，来进来，我叫老乔。啊，嗯，来，小乔，这是我送你的花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手，你这个手，你看，这是我送你的花，你这手接着花，来，我学的更像。哦，亲，接着，还是有点那个，非常的绅士，还是很绅士的，亲了自己手，乔妹没同意。这样，好了，走吧。啊！你口气就往上，嫂子，我说什么？哦，这啥呀，啊？兄弟们，你们要的？不对，是这个吗？来，上次有兄弟，有兄弟私信，你是不是要这个绿豆的？新希望的，新希望生牛乳绿豆沙的这个奶，